听说好多人都收到了闺蜜送的魔法棒，我的闺蜜当然也要有，我也要来给她做一个。具体的尺寸我放到了视频的结尾处。月亮的教程可以到我的主页翻看之前的视频。五角星可以用胶固定一下，可以让天使爱心的翅膀往上翘起来一点。爱心的教程可以到我的主页翻看之前的视频。